Thank you.
正好看小卢的眼，真的飘过去了。再拉宝宝宝客厅那儿荡下，但是风太大，我拍效果不好。哎呀！我打三个，来几张表，抽中一个完就。怎么样啊？这是不是也报废了？一会儿再拍那个。这几个。在中国版图的中心腹地，东西横亘着一座华夏大地的脊梁——秦岭。终南山卧踞秦岭中央，因其居天下之中，京城之南，又称终南山。终南山南扣长江，北拜黄河。华夏文明结纳于此，又是佛家、道家栖居修道的圣地。巍巍雄姿，天地道风，孕育着中华民族博大宽宏的文化内涵。唐太宗望终南山诗曰：“重峦浮渭水，碧嶂插遥天。”出红拂岭日，入翠柱烟烟。叠松朝若夜，拂袖缺宜泉。对此天千绿，无劳访九仙。中国佛教有八大宗派，有六宗发祥于长安终南山，是世界佛教的第二发祥地。终南山北麓的凤凰山上，隐藏着一座千年古刹——净业寺。这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之一律宗的祖庭，在中国乃至世界佛教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。净业寺始建于隋文帝年间，唐高僧道宣律师得菩萨地当宝事，道可习成的指示，迁居净业寺，在这里精研律法，修习禅定，著述弘法。他所著被称为南山五大部，奠定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的轨迹。道宣律师福传法化，仗济朝野，曾为玄奘一场首位坠文大德，朝廷礼请为西明寺上座，开发奉安舍利于法门寺，护法辩论于蓬莱宫，得众当时生持异域，时人称他为护法菩萨，后人尊他开创的宗派为南山宗。实载道宣律师之人格魅力，屡屡于净业寺，感天人颂供，天王护法，可谓稀有。公元667年，道宣律师圆寂，唐高宗下诏于净业寺山巅修建舍利宝塔，号令天下佛寺供奉宣师遗像。
唐穆宗亲至南山律师赞曰：待有绝人为如来使，龙鬼归降，天人奉侍，生飞五天，此景万古，金乌西沉，佛日东举，稽首皈依，照律宗主。唐懿宗敕追谥号曰：承诏，塔曰净光。千余年来，沧海桑田，敬业寺屡经兴衰，文革洗劫，僧侣流散，寺宇颓废。自1978年落实宗教政策以来，敬业寺在党和政府的关心重视下，经历届主持奔走呼吁，寺众弟子艰苦创业，使千年古刹仍保留着古朴自然，注重学修农禅并重的道风，又增添了时代的气息。祖庭的振兴凝聚着许多仁人志士的心血，让我们同心携手，开创一个清净庄严的人间净土。